回首新时代的十年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发生历史性变革、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年。中国经济实力、科技实力、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跃上新台阶，开创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、全体人民共同受惠的好时代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韧性，凝结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，也饱含着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智慧心血和无私奉献。你们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辛勤打拼，为中外友好合作搭桥铺路，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，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倾力奉献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。在此，我代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，向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。